这两个机会。慧芳，慧芳姐，恭喜您，这是您第一次拿到十大最受欢迎女艺人的奖项，您的第一座就在25周年的今天，恭喜您。这个也要扶着，这个也是我们新加坡文化遗产呐、啊，扶着扶着。怎么可能呢？这些年轻人已经5座、10座、5座、9座了，我的35年，出席了25次。提名了10多次20奖项，我想20之后我拿到20之后就得颁自己一个20超级红星。结果怎么今天拿到第一座够了，第一座就差一个零哎，但第一座对我来讲已经很满足了，这人生没有白过了，真的，这谢谢支持我的朋友，不好意思我还在吃糖，哎，谢谢支持我的朋友。你们知道你们是谁？你们打了很多通电话，你们帮我打了很多那些 email， 什么事情都好。没有 email 可以投票的啦。投票就是网上投票也好，总之我也不知道怎么说。总之，这个奖项得来不易啊。